草原狼所产生的恐惧与敬畏，是不是从原始时期起就是人们心灵中所崇拜的图腾？我有种感觉，我已经推开了通往草原人民精神世界的那扇门。驰骋于广漠荒原的他，无法容忍高墙、壁垒和边界的存在。他从未投降，而且宁死也不愿被俘虏。他向往着像疾风一般的自由，迅雷和群狼一般的自由。老板，我被狼迷住了。真的觉得这样做合适吗？你把谁抓起来让他变回了奴隶？你这是对我们祖先的不敬，对腾格里的不敬。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报应，这位老人也会。看在老天的份上就放他走吧。这是我的狼，不是你的狼。狼是我一口一口喂大的。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不好，我杀了你的狼然后我死。再去讨狼崽，狼会愤怒和报复的。这是秘密。